我今天找了个地方，下午先摆一会儿，因为早上实在是不出钱，没有人呢。看，就这样式的，啥啥都不卖，这市场连走的人都没有。这现在正是下班的点儿啊，哈尔滨现在大街上可冷清可冷清的了。这价都要2.98块，还挺好。挺好，挺嫩的。啊，挺嫩的。那甘蓝5.8呀，5.8，真便宜。6.8，蒸豆包啊，这是。豆包。土豆白菜都是不爱吃的吗？对，我在这边扒了吧。有甜水啊。蒸开水，蒸开水好吃。热气腾腾的，都冻透了。这是啥呀？这是我在超市打折买的，这两根才3块钱，这叫芥蓝。哎呀，太带劲了！哎，挺好的，我还嫌面没咋太发呢，发了。嗯，咋又整个柿子呢？你加个菜儿，那个这够多，咱吃不了啊。我喝大碴粥，你喝不喝？喝就你盛。你给我来一碗吧。哎，我也饿了。有点冷，冻透了。嗯。哎，好吃啊，豆包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你尝尝进来。啊，好。嗯，大师。跟芦笋这味儿。嗯。你这冻豆腐啊。好吃。炖白菜挺好吃啊。嗯。哎，这土豆挺面的。嗯，我买了8.85。这腿也不坐病了，咋出去两点就。腿疼。你得穿厚点。不是，明天得别电这车了。嗯，大街上真萧条。咋整？这东北这冬天呢，你街上就没啥人。嗯，人太少了。嗯，没人消费。你想整？你热乎咋吃吧？4-5点钟时候，往年哈尔滨都堵车。现在的公交车上全都是老头老太太，年轻人都没有。咋整的？那洪博说的要什么拍卖还咋的？前两天听说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洪博都要黄了，这哈尔滨的经济是太完了。没工厂没企业，就只公务员和退休的，他们手里有点钱。以前的三大动力哈，万人大厂子，现在都完了。以前可以旅游，现在连雪都不下。嗯，这下疫情。对，现在要放开了，今年冬天还能闲点。还得下雪算呢。人工造雪呗。哎呀妈呀！明天得早点，明天得多穿点，垫热气，腰那得垫上。这柿子好吃啊。嗯，挺好吃，凉吧的。主要是味儿好，嗯，就焖着炸它呀，嗯，我就爱吃炖菜，嗯，你看炒菜你都爱吃，我爱吃炖的，我发现这汤挺好喝，我喝完这粥的豆包吃不下去了，这两天好像就是说那个20项。防控措施呢？咱咋运转还咋运转，你咋都没变？嗯，这夜市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开，咱叫开估计咱也出不了。出不了了，那21号白天零下10度了，那不能，那多冷啊！晚上10来度。晚上14-15度啊？嗯。我这吃一个豆包，我都是有点撑的呢。你照了一个豆包啊？嗯。我好吃点儿，喝了一碗大碴粥，吃了一个豆包，吃那么多菜，嗯，真幸福，吃饱了不想家，啥都不想。我妈经常说一句话：“后老婆打孩子又一顿。”那可能不能，最不爱做饭，老太太好啊，啥事没有，你是不是你妈？
我把这吃了啊。打别你别扔打扫，你不吃你不撑着了吗？嗯。好了，今天咱就到这里吧，谢谢您收看蓉姐的视频，明天见，拜拜了。